胆子太大了，还敢追人呢、啊！哎呀，太肉麻了哦！几条？这里有条恐龙呢，蜥蜴。哎呀，他发现我了，也叫雷公锁呢哦。他颈部也是会变色了。哎，跑了，嘿嘿，跑这里来。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哎呀，太害怕了他。只拍摄不抓捕的哦，别怕别怕。它是吃各种昆虫啊，还有蚂蚁，其他害虫的哦，是保护动物来的。还有，它是没有毒的。嗨，我要出来了哦，很感谢你又来观看我的视频哦。这两天吹那个南风，很闷热的，会有很多蛇虫啊出来觅食的。就算不觅食也出来喝水的，因为在洞里很闷热的哦。好了，差不多说了，出发探索，走。太多鸟虫喳喳叫了，哎，上面还有一个窝，走了，出发。这个小山塘这里，刚才有几只白鹭鸟在这里洗澡的，在那里，应该也有很多蛇。进去喝水的，因为这个天气太闷热了，都干了。走下去看看哦，看看有没有蛇哦，其他蛇虫之类的。那里有个招水蛙叫，咕叫。喂，那里有只一条，一条蛇哦，挺大的。哦，啊，能找就过这边了。哦，在那里，看那个尾巴，刷了一声。哦，啊，不知跑哪去了。发现了，嘿嘿，原来躲到这里来，看见没啦？在这里，这个身体，看见头部呢？哎呀，动了动了，牛逼哦！哪，看到没有？哎呦，一出来就张开大口，哇塞，太松了，哎呀！牛逼！哎呀，还要追人呢、哦！这家伙胆子太大了，还敢追人呢、啊！哎呀，哎呦，这家伙，害我摔了一跤。这家伙，虽然这条蛇是无毒的，但还请大家请不要模仿，我只拍摄科普，不伤害的。还请大家点赞三连支持，感谢了、哦。哎呀，这就是网上所称的爆照锅了。其实他挺害怕的，看他这样子挺萌的，嘿嘿，哎呦，哇塞，哎呀，牛逼 plus， 这家伙刚从这边过这边来了，兄弟别怕哦，我不伤害你的，这是一条三索锦索哦，也是三索欧仓索哦，他其实。是挺害怕的，他才会这样攻击的，很胆小的。这种说，网上所称那个爆照锅、哦，挺爆照的，因为他太害怕了、哦。看看，哎呀，太松了，兄弟别那么害怕哦。别这么松，起来，这条大概是一斤多的，也不大，它是出来喝水的应该。
刚才看那里发现了一只蛙、哦、可能是出来捉蛙的。哎呀，其实它是挺害怕的，才会这样攻击的。哎呦，蟒蛇所称暴躁过，三缩紧缩。它是白天、中午啊，还有下午出来的，看到没有？这纹路。哎呦，走了，别那么松哦。没有毒的，千万不要模仿哦，你们。来，看那个嘴巴，呀，呀，一直张着这个口，看清楚了没有？哦，它是单眼皮来的，哎，一条蛇头。哦，它攻击都是像那个攻击型的这个状态，牛不牛逼？挺漂亮的哦，哎呦，嗯，好了，不理他了，走了兄弟，走了，只能拍摄到这里了、哦。他是吃老鼠、青蛙还有蜥蜴的，嗯，就说嘛，这太闷热了，有很多说出来的，嗯，放他了、哦，把他放走了，走了兄弟。咬啊，给你咬啊，嗯，咬啊，不咬你。其实他挺害怕的呢，我一直靠近他，他都不咬，他不管咬的。嘿、嗯、呀，走了呢，哎、他走了啊、哦，挺漂亮的，看到没有？哇，长长的，三缩紧缩。哎，好了，让他走了、哦，我们继续前进啊、哦，走了。这小水坑都干枯了，哦，很多小鱼，啊，很多小鱼仔。哎，一只斗鱼，这里有一只斗鱼，哎，还没死，哎，还以为死掉了。哎，嗯，啊，一只斗鱼，哦。干都干了，哦，很多呢，哦，很多斗鱼，都是斗鱼，都是斗鱼，哦，太多了，来，来，很多。哦，都是这些斗鱼。来，这里还有一只叉水蛙呢，叉蛇蛙哦，一只叉蛇蛙。嗯，钻到这里来，这就是叉蛇蛙了。我们这里叫厚皮蛙了。这个叉蛇蛙，哇，太多鱼了，都是一些斗鱼。啊，没有那些石纹鱼哦。哎，呢有石纹鱼呢，哎，这就是石纹鱼了。这个，这吃那个蚊子的卵的。嗯，都干了，水。嗯，把它放回去了，一些鱼。再不下雨，它们都会死掉的。嗯，走了。来，啊，这里刚刚被人打死的，应该一条草腹链蛇啊，啊，刚刚死掉的，哎呀，那这哦太残忍了，这里还有一个寄生虫，看得清楚吗？那太肉麻了，还有一条寄生虫哦，啊。就像人类的那些蛔虫一样，这条寄生虫啊，哎，哎，太肉麻了哦，几条寄生虫哦，
刚才这波子还在动，刚刚被打死的，啊，太可惜了。看样子是一个钟前被打死的，这腹部是白色的、哦，来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已经没气了，不知道被谁打死的。有可能是这些果园的老板在上面打死的啊，很多鸟在叫，开满花了，还有很多果汁机啊，哦，太硬了这个，再过去行了。红毛鸡，哦，进来，逆袭的他，这小水沟哦，来到这鸟来天堂，哇，太多鸟了，喳喳叫。咋的叫？都是些红矮背哦，红矮背就是高丽冠哦，很多呢。太多了。那这个植物是中草药来的，它叫细柱五渣哦。带气的，我们这里经常拿来吃的。要是肚子痛的话，还有腹泻的话，吃它效果挺好的。这个根部甜甜的，这个头苦的，是苦的啊、哦，就带气的。它成熟长那个果汁的话，很甜的，就是。像那个山草莓一样，很甜的这果汁哦。刚才有点这肚子，刚才吃那个果园的两个果汁有点痛，所以就拿来吃了啊、哦。苦苦的，这根就是甜的。很有效果的，吃这个。走啊，一边骑一边回去了。太阳下山了、哦、回去了，今晚继续寻找哦，继续探索，走了，下期见了哦。